OK， 打王，这只王也是虐杀，示范一次。哎、欸，哦，啥都没。其实我不知道选择打那个隐藏 BOSS 跟打普通 BOSS 有差别吗？认真讲，括号认真。 哎呦，得死了！啊，那你来袭击啊！哎呦，得死了！啊，我应该袭击啊！哎呦，得死了！啊，我刚发丢过去把他杀掉了，靠腰，把武力血，每回合少武力血，应该是不太适合玩动作类游戏啊，我感觉。我有种 feeling， 你知道吗 ？I got a feeling。 God feeling， 但是，哎，我刚有升等吗？好像没有。不行，我发现我一直在这个无限轮回中徘徊，一直在输输输输输。 啊，我随便戳一戳，没想还真的有的。我要忘记，这什么陷阱房？进来就一个蓝色卷轴。 他这个，哎、欸，哦，没事，这里是可以杀老板，这两件装太废了。 为什么会有时间差？还给好多血量。哎、欸，这底下哦，这底下有路。这游戏的隐藏洞窟真的很多。哎、欸，还没 number。
这一关的 range， 他做答案第七十六，有好多好多好多奇怪的怪物，好多奇怪的陷阱。就带不上去了。小偷手套，有这个还不错。有我是比较喜欢有活力的。一在底下。因为这游戏的血量取得不易。毛不易。是比较喜欢你，谢谢 TTS， 但我不是假假，谢谢。我们鉴定。魔法地铁，狂暴症，哎呦！靠，这个鞋子超强，这鞋子超强。等一下，我要怎么杀这个家伙？想一下，暴政了，不用水也是可以轻易的秒杀啦，这边就是示范了一下。OK， 看好路了，准备把老板给干掉。我发现干掉老板才是这游戏的真谛，你知道？好，你啊，为什么他那个爬墙没有攀到啊？
快中！为什么？行啊，我一直在前面耍笨死掉，还是应该我要打更稳一点。今天通关，对，今天通关，不能心态要稳。心态打击，这些怪想对我心态打击，门都没有。这游戏的这个很判定很那个，很怪贤者长跑。这游戏抓的判定很怪，我只能这样想，我个人认为。抓强的判定，因为它其实这游戏是有延迟的。应该说，我光看拉弓、举箱子那些的，就知道它有延迟。短弓欸，恶名短弓。还蛮错。他不知道装备怎么用，装备的武器不知道有没有，篝火不知道有没有办法升级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哎，看来我应该选匕首的，那伤害差很多。加一防，把它选一个那个的，是什么？厌食鬼机。
那我还不能扁到他哎、欸，还要换个地方跟他打。我想看一下我这个地图保护是不是有趣，是不是有保护？哎、欸，我有第一次保护，我现在发现。好、啊。哎、欸，追中毒。我会比较喜欢先把这些开一开。要蛋。有的尖刺会一直想踩。应该是充的，啊靠腰啊，按错键，哎、欸，完了，好像想重来了，但我一直耍笨哎、欸，该打瓦罗兰了，在哪里？今天才刚输两把。输两把还能继续打那游戏吗？要止损，少回五滴血。You are so big， 你喜欢吗？不喜欢。我喜欢 KYO， 因为他玩起来蛮爽。哇塞！哇塞！哇塞！我底下好了，什么东西？为什么我在你的台连个 VIP 都没有？你都是六年老爱宝了。因为你连个订阅都没有啦，去你妈的！你以为没看到？真的好像你会给我钱一样。对啊，我都给鸡巴烂钱了。完了！啊！等一下，我先认真跟那家伙对局。上面是什么小？怎么有人站在上面？完了！
还出走熟时不能靠近。OK， 等一下。地方比较好打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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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干你啊，人蛇害的。那我的钻石呢？是你知道，你知道钻石的东西代表什么？等一下。学者的来历，对认真贡献获得更多奖励。不是，刚刚有两只怪，知道怎么打了？啊！小浪叔还帮你喷人，不是喷那什么？我要再讲一次，你帮我喷人喷那么一次，你帮我喷人喷那么一次，然后就可以讲好几年，这是怎样？干古仔哦。很好笑，打路打到被追杀，那有人就是嘴臭啊。谁叫我当时那么强？我现在打路真的不行哎、欸，我现在连白金都打不赢。哎、欸，波加四是这样。只提当年勇，跟你说啦，我现在连龙都不怕了。这个龙有种过来了，他几雷仇霸哎、欸，来，哎，就这，真弱。我现在最开心就是扁这个龙，这游戏才会更新吗？甲乙丙丁，冒起更新，我给你五分。啊，等等。邪恶敏捷，那我等一下，我是不是要先做篝火？完了，我没有这个打到绝标，这个打到绝标，所以我们先升匕首，因为没有伤害，画地图。哎，我这边没有用到我的天赋加成一下。哦，这是鉴定，敏捷鉴定。哎，我是不该再喝药水的东西，认真讲。
要打怪只能两滴是怎样？我这个敏捷减印之后打怪只剩两。OK，连个箱子都没办法一刀捅爆，真的不该断让河咬谁，吐了。打我不行了，我先开鉴定的。换成刀。那个匕首可以算白点。要全部改成力量。其实我不知道老板到底能不能用真的单挑单挑，不用地形卡。就把我打得很不爽，我要去死了。我要去跟这老板测试一下伤害。大哥，下午好啊。它有些墙它不会下，你知道吗？像这种的它就上不了。Beat run， 我去哪里啊？今天心态没了。不皮了，不皮了，今天是认真要通关的，不是。
真的不是来玩。啊，硬直好像只会硬直一次。不急不急，不急不徐，先去上面领东西。哎，老板没有好料。他至少还有两条池坠以上，我才会用。德鲁伊披风。绝不烂尾，这把绝对认真，绝不烂尾，真的绝不烂尾。会偷，一减一可以接受，其他的先不动，要求都不够，卷轴可以用。然后，哎，我第一次拿到这个，怪物怎么输的？先看一下，艾里，艾里大人。哎，为什么攻击这么高？啊，为什么攻击这么高？什么意思？啊，为什么攻击这么高？我开挂是不是？四十哎 ，What the fuck？ 啊，为什么攻击变到四十？是因为这个吗？我剩一滴，靠腰，我看到了。干，那这个披风爆烂欸。靠腰。干嘛玩那个是不是？啊，这场是玩心跳的，是不是？心跳局 ，OK。
快被自己气死了，起司！我快被自己气死了，不行！水可伤我身，不行不行，这把认真，绝对绝对不能再输。我至少要到第三大关，至少要到第三大关，我不能再卡在第一关就死掉了。一刀，fuck！ 完了，省了9滴血，我省了15滴血，非常痛苦。傻小，今天怎么一只蝙蝠？OK， 飞可上我真。哈哈，真菜！这把打完你们就知道了，这把就是认真局，绝对通关。我不能说绝对通关，但是绝对认真。哎、欸，忘记开箱子了。这把也可以开。这个药水绝对不喝。绝对不皮。因为有这个的话，就把这些衣服穿一穿，然后足够鞋穿，双保护 ，OK。靠腰，被诅咒了。靠腰。
是。这手套没有加力量 ，OK， 忍住，忍住悲伤。这个好像是可以给他的，可是我不知道怎么给。我不知道怎么给他，所以围巾。哎呦，这个不错。这是什么火力啊？可是我还是比较喜欢火力，因为我现在主要是想玩力量。先把东西敲一敲好。我想想，火力史迪杰。不行，砍价。好，要拿到一把飞舞 ，FW。他先耍笨，没有带小妹妹进去。可以几个卵？四个。应该死亡保护啊。那个水不乱喝的，因为我不知道哪个是加力量。我是学者。OK， 直接先打王。哦，这是附魔的。哎、欸，哦，附魔可以直接把它取消掉、欸，哎，哦，我第一次知道。
啊，对对。六八千，OK， 稳中稳。我跟你说，我打这个现在真是稳中稳，这把就是要吃鸡血。可是我的剑石快没了，我刚才为了打稳，哎，完了。我是败在这个手下，冒烟的成心锤，加二力量，那这应该比较猛，因为我现在，我现在是吃力量。完了，我的血好不容易省下来的。完了，108，这些钱要拿去补血了。我是有一个死亡保护啦，但是最好不要用比较好。看一下有没有什么，我记得下面有一只鸡呀。你说这种游戏就跟马里奥很像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才想到这种游戏就跟马里奥很像。这两只挂机的最好是一直在那边挂机。智者赏炮，
我这一下他竟然没死。为天地。啊！我没看到那个。OK， 这把无敌，但是死亡保护需要死亡保护先拿的这个。哈？怎么又是法杖？再生，跟你说这把无敌了，力量一 ，OK， 不值得跟他打。啊，又不好，变成霸王兽，这个被吃进去是挫赛啊。都被打到一下，破剑，破剑是那个吗？我现在伤害还不太够。滴血，还要吓我掉！哎，这不能被咬到啊！我靠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危险的，危险的，危险的！哇！惊险一瞬间呐，老哥！Thank you.
干。啊，不行，休息一下，我查一下东西。查一下这游戏道具是干嘛的。它有些机制我不太清楚，查一下，查一下，查一下，受不了，受不了，受不了。我想查一下这游戏的机制啊，有些机制我没有搞得没有很懂。嗯，这是什么？破坏诅咒。OK，我懂了，我现在懂一些机制了。我想一下，我思考一下。